在德国买香烟，香烟的包装盒是有严格的法律规定的，必须要有大幅的非常恶心的图片，这种图片包括手术抢救图片啊，还有你的残肢断臂的图片，或者是妇女儿童遭受损伤的图片，并且呢要在盒子上写上 Rauchen ist todlich， 吸烟不是有害健康，吸烟是致命的，这句话一定要写出来，而且是非常大的写出来。在德国呢，送礼也不会送香烟，因为这种样子的包装没有人会喜欢的。看到这样的香烟盒，您还会去买吗？这就是德国政府告诫年轻人不要吸烟的一条有效的措施。远离香烟，吸烟有害健康，吸烟会要了你的命。